若现在的通通失去，你叫我怎反应？仍望着上天，天不开眼睛。如剩下自己走出荒野，血拼里苏醒，谁人在历练我，逼我学好胜？从前谁并没大气，不需争气，不会觉得卑微。然而谁并没道理，将我乱投在地。若我不无情，荒天动地，定会给洪流一冲到尾。为了赢，唯有抛弃自己，抬头重新觉醒。无需同情，别人伤悲，人流情才走到绝地。我还是我，不要又提起。这就是你的计划？巧儿都跟我说了，举报志高，保释宋子华，都说是你的计划。这是什么计划？啊！你要把我们全家人都赔进去啊！志高不是已经出来了吗？他不会有事的。至于宋子华，我自有安排。那然后呢？举报我，举报巧儿。就算家破人亡，你也要坚持完成你的计划吗？妈，我怎么会做伤害你和巧儿的事呢？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告诉我，你整个的计划是什么？你准备怎么干？最后你这个计划的结果是什么？我不想节外生枝。志远，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受吗？就好像20多年前你爸爸炒股票的时候一样，一模一样啊。他瞒着我把房子压了，把什么东西都卖了，一意孤行。他认为自己的计划是天衣无缝，一定会成功。结果怎么样？我们是家破人亡啊。我是怕你想错了，最后害了自己，害了我们一家人呢。妈，现在这种情况，有很多事情我真的不能告诉您。对不起。不行，今天在这个房间里，你一定要把整个计划都给我说得清清楚楚，不然的话，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妈。你不坦诚地告诉我，从今以后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妈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？你真的会这么做吗？是。我的计划差一步就完成了。完成之后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向您交代清楚。我求你，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？怎么说你还是不肯告诉我？就当是儿子不孝吧，我真的不能说。云涵，我好久都没来看你了，家里出事了，发生了很多事，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我不会叫儿子，本来以为只有志高一个比较任性，但
但是现在我发现我对三个儿子都不了解。首先，赤红引狼入室，把宋子华这个有巨大野心的女人带进我们曹家，而现在志远宁愿承认自己不孝，也不肯对我坦诚，我应该怎么做？云海，你教我，我应该怎么做？我不会让志远再这样下去。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，他正在玩一个很危险的游戏。如果我不阻止他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但是如果我真的这么做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母子的感情。可是到了今天，我已经没有选择，没有选择。云涵，我今天来看你，是想告诉你，我决定这么做了。天知地知，你知，我知，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他好。就算他会抱怨我、恨我，我也不会埋怨，我也不会后悔。这一步踏了出去，就没办法回头了。云涵，请你支持我，支持我。就是前面那两个，不要看他们。你确定是他们两个？肯定是他们。我之前听我哥们说，他们干了一票大的，差点弄死两个美女，应该是他们。过去问问。哎，兄弟，牛啊，干什么？别这样，我是你们老大傻强的朋友，记得吗？什么事儿啊？我听他说你们很猛啊，最近做了件大事，差点烧死两个女的，是不是？喂，没有这种事儿啊，不要乱说啊。不是吧，出来听听吧。这神经病，走走。喂，站住，别跑，站住，别跑。叫你别跑，你还跑。哎呀，大哥大哥，快报警。哎呀，大哥，我错了。别动啊。是知道了，明白明白。好，谢谢啊。两个都招了，说是韩东注视他们放火的。只要抓到韩东，他一定会把宋子华供出来。可是你为什么要派人去吓宋子华呢？我怀疑他已经离开香港回内地去了。如果他不离开香港，大哥一直在他手上的话，我们就会投鼠忌器。现在大哥有巧儿和淑贤照顾，我们就可以全力地对付宋子华。那倒是，但是如果宋子华真的回了内地的话，内地这么大，怎么知道他在哪儿？我帮你安排好了，你去西贡码头，有人在那里等你。你好，请问找哪位？请问韩东先生在吗？他在。开门！开门！警察！哎，你谁啊？是韩先生联系的。哎，韩先生呢？他让我在这儿等他。韩先生还没到，船在哪儿？那艘就是。就这艘船啊！喂，你偷渡啊？还想要什么好船啊？
5万块钱还挑三拣四。我想韩东和宋子华应该已经离开香港了。我现在去广州找一个朋友，看看有没有办法抓住他们。但是你一个人去会不会有危险？我能有什么危险？你放心吧。那好吧，你自己小心。好，保持联络。曹先生，车已经在楼下等你了。今天还回来吗？不回来了，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。嗯。曹老太，曹董订了中港车去广州。他真的去找朱红？好的，谢谢你啊。如果他再打电话过来，你就帮我录下来告诉我。嗯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嗯。喂，若楠。喂，君豪，志远真的去找朱红了。哦，昨天他打电话跟我要朱红的联络方式，我就觉得有点奇怪。朱红后来嫁的丈夫现在在广东公安部门，职位很高啊。我想他一定是想求朱红的丈夫帮他对付宋子华和韩东。哎，朱红为人仗义，我不担心，我倒是担心志远会被韩东和宋子华反咬一口，兔子急了也咬人呐。好，我明白了，谢谢你君豪。你自己多保重啊。来来来，朱阿姨。志远，我们多少年都没见过面了，哎，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你来。朱阿姨的眼力还是那么好。不过说真的，朱阿姨，你可是一点都没变。是吗？哎呀，这些年呢，我一直在看新闻。新汉力，对不对？大企业呀，北京和香港都有公司。其实我是有一件事情想拜托朱阿姨帮忙。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，朱阿姨能力所及的一定帮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是这样的，公司之所以会出事，其实是跟一个叫韩东的人有很大关系。我已经掌握了他的一些罪证，但是前几天让他给跑了。我收到消息，这个人呢已经坐船来到深圳了。记下啊。好的，都记下啊。所以我想请朱阿姨帮忙找一下这个人。志远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了。好，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了。来来来，吃饭吃饭，别客气啊。谁啊？先生您好，您要的餐到了。啊，您好先生，您要的餐到了。你说啊，你拍门。别动。我们掌握了你涉嫌教唆杀人的罪证，香港警方的资料已经到了，你要是招了也许还可以轻判。我真没教唆杀人，再说人不是还没死吗？潘晓琪和曹巧儿差点就被烧死，香港那两个嫌疑犯已经供认出了，你就是那个主谋。那两个就是小混混，他们说的话能相信吗？这么说你认识他们了？那一样脱不了干系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真的抓错人了。主谋是宋子华，宋子华支持我的，我就是个传话的。你说的那个宋子华他人在哪儿呢？我不知道，可能在北京吧。他在北京有一个智障弟弟，他肯定去他弟弟那儿了，好像住在北京朝阳一个什么社区里面。这几天玩得开心吗？公司里面有很多事情，这几天我都待在酒店里处理公司的工作。阿姨，志在、哎、事业重要，家庭更重要啊。啊，怎么样，有对象了吗？
随缘吧。那可不行，阿姨等你这杯喜酒可等了很久了。阿姨，您千万不要这么客气。吃完这顿饭呢，我就要回香港了。这次真的很感谢您，帮我抓到了韩东。等公司稳定下来之后呢，我一定会跟我妈一起过来感谢您。那我可真等着了啊。嗯。来。怎么回事？这好好的怎么会撞车呢？出什么事了？押韩东的警车出了交通事故，韩东趁机逃跑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一定逃不出我们的手心，一定会抓住他的。把电话给我。喂，小周是我，你听着。我是宋啊。韩东跑了。韩东逃跑了。他身上没有钱，很有可能去找宋子华。你让所有的人盯住宋子华，有什么情况立刻通知我。志远，我正想跟你说呢，宋子华也跑了，我们已经去找他了。我不是让你们盯着他吗？我们日夜都盯着呢，正好碰上公安来查，他趁乱就带着弟弟逃了。志宏，有了这个手写板，你在语言能力恢复之前就可以跟大家沟通了。他的精神一直不稳定，经常幻想出一个人来，而这个人令他仇恨的心变得很强，所以他才会竭尽全力向你、向宋子华、韩东、潘孝琪，甚至向志高报复。他要把这些人一个个的送进监狱，来补偿他所受的苦。他告诉我了，他还问我子华的电脑密码，我告诉他了。但是宋子华和韩东已经被志远逼得逃回内地去了，他还不死心追了过去。我很担心他，我想劝他回来，但又不知道他追到哪儿去了。我知道他北京的地址。他的智障弟弟跟保姆住在一个小区。太好了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快点告诉我。韩先生，我找宋子华，他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你最好跟我老实点。你进去也没用，他已经不在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前几天宋小姐匆匆忙忙回来，说带子民去旅行，他们去了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别逼我，快说。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，但是前几天子明给我打电话，让我给他寄东西，地址我记下来了。在哪儿？天津。妈，公司很快复牌了，到时候股价一定会大跌，我想趁机抛售一些，让托马斯王难以脱手，他不想割肉就会跟我们讲和，到时再把他手上的股票低价回购回来。应该是这样，因为要把托马斯这只老狐狸送进牢里没那么容易，只要让他在资本上元气大伤，我们就算赢了。那等志远回来以后我们就告诉他。他不会那么快回来的，因为我知道他去天津找宋子华了。什么？我已经问过志宏了，他说宋子华最疼的就是他在北京的智障弟弟，叫宋子明，他一定会回去带他走。那志远为什么去天津啊？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，他先去广州找朱红阿姨去抓韩东，结果韩东逃掉了，接着他又去天津，所以我估计宋子华应该也在天津。
那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我已经托朱红阿姨联系天津的公安去找宋子华和志远。您是怎么确定志远在天津的？因为他身边有一个人把志远的一举一动都告诉了我。谁呀？是我，阿姨。啊，小周，坐。虽然志远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可是他最近干的事让我真的很担心。我觉得他现在精神有点问题，刚巧阿姨找我，我想清楚之后呢，就决定把志远的一举一动告诉阿姨。那他这么着急去天津找宋子华，为什么？其实志远雇了好几个私家侦探，一直追踪宋子华和韩东。最新的消息是，这个韩东这几天跑去天津找宋子华了，志远也马上追到了天津。宋子华逃跑的时候带走了公司大量的现金和他进行地皮交易的文件，这些都是罪证，所以志远想追回来。我和君豪叔是担心他痛打落水狗会出事的。那怎么办呀？这样吧，乔儿，在我们一家人当中，只有你的话志远会听的，你去趟天津去找他。好，我明天就去天津。这样，乔儿，我在天津呢安排了一些人，到时候呢他们会帮你一起去找志远的。多谢了。谢谢你，小周。不谢。曹先生，我们已经找到宋子华的下落了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想知道你来这个学校干嘛。有些事情你不用知道，你回去吧。你告诉我你到底要干什么。我不想跟你吵架，你回家好不好？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学校不对外开放。你好，我是张子明同学，以前在北京学校的老师，我姓周。这次是学校派我过来了解一下张子明同学在这里的适应情况。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。哎呀，可能是沟通上的问题。昨天学校已经跟你们联络过了，我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子明同学的学习状况，向学校反映一下。对不起，我们没有接到通知。如果你想见学生，必须先跟我们学校联系。我明白，这次也是临时性的拜访，我只是想见一下子明，问他几个问题，我就可以交差了，麻烦你了。对不起啊，真的不行。啊，你好，我是学校的律师，这次陪周老师过来呢，是想看看这个学生的情况，因为你也知道他有一些特殊嘛，所以难免会有不太适应的情况。我们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探访，就耽误几分钟。你要是有疑问的话，可以联系学校，哦，或是我的事务所。哦，律师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好吧，我现在去打个电话，让老师来接你们进去。谢谢。等一下，你要老老实实告诉我。要不然我就拆穿你。子明，这是你之前学校的老师，他们来看你，跟老师打招呼。老师好。子明你好。老师啊，能不能让我们单独待几分钟啊？我有几个问题想问子明。这您放心，我陪着他。哦，那你们聊吧。怎么样，你知不知道你姐姐在哪里啊？姐姐在家，姐姐在给子明做狗肉。你们家在哪里？你姐平时会去什么地方啊？我不认识你，你们做老师。子明不怕不怕，子明乖，子明吃糖果呀。大哥哥好凶啊。子明乖，大哥哥不可怕，有姐姐在，大哥哥很乖的。子明喜欢吃什么颜色的糖果啊？是红色的。哦，红色啊。姐姐，我要去玩游戏。好，这些都拿着给你朋友吃好不好？谢谢姐姐。他是谁啊？你为什么问他那些问题？你不说我现在就去告诉他的老师，我相信他们马上就会报警的。他是宋子华的弟弟，宋子明。宋子华的弟弟？你不是说他姓张吗？宋子华逃到天津之后
给他弟弟改了姓。志远，志远，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志远吗？为什么变得那么古怪？你回去吧。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让他进来？你回去。喂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找宋子明？宋子华在哪里？你还没有回答我，你为什么要跟踪我？妈担心你吗？所以我就跟着你了。我说过我的事你们不用管。叫他出去，我们没时间了，寒冬也来了，我们不能让他先找到宋子华。我知道，巧儿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有很多事要做。静哥在这儿啊，没必要跟他解释，赶他出去，赶他出去，我们没时间了。我知道了，我说我知道了。你也出去。志远，不要那么大脾气嘛。静哥也是为了你好。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吧？肯定饿了。我在楼下订了包间。静哥也一起来吧。你不是很想让我走吗？吃完这顿饭我就走，好吗？姐姐，放开我！我疼，姐姐，你不要！不要打我弟弟！不要打我弟弟！韩冬，你不要打我弟弟！给我钱，我拿钱！你不要打我弟弟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原来他才是你的死穴！去拿钱！密码就是我的生日。乔儿，我们还有事，你自己吃好不好？吃完这顿饭我就走，不吃也行，你去哪儿我都跟着。金哥，请帮我们把门关好，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谈，不要让别人打扰我们。小儿，我没有时间陪你玩。我没有在玩，吃完这顿我就走。志远，你就不能告诉我，你到底为什么要来天津吗？你不要把计划告诉他，他不可靠。我自有分寸。不能告诉我是吗？好，我去拿酒。志远，你真要留在这儿跟他耗时间？韩冬就快找到宋子华了。我知道，但是他不肯走，我也没办法。那宋子华呢？你找到了没有？我请的那个私家侦探刚刚打给我，说他们一会儿就到。随便找个理由快走吧，最好现在就走。静哥，怎么，你的静哥想走啊？难道是怕我了？你说什么？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想干嘛？哦，原来你的静哥只是一个胆小鬼啊！你再说一遍。哎，静哥，别生气。打我呀，有本事你打我呀！我不跟你浪费时间。静哥，静哥，哎，志远，让他走。巧儿，志远，我们回香港好不好？我把这边的事情办完就会回去的，你先回去好不好？我们不能再拖了，我们回去看医生。看什么医生啊？精神科。志远，你的精神有问题。你说什么呀？你说我精神有问题？我好得很，我没问题。你的静哥就是个大问题。你回去吧，立刻回香港。志远，我问过监狱了，
他们说根本就没有靖哥这个人，一直以来都是你自言自语自己幻想出来的。你不走是吧？我走。你不信是不是？我给你看一样东西，过来，过来。我知道怎么说你都不会相信，你自己看吧。我请的那个私家侦探刚刚打给我，说他们一会儿就到。哎，靖哥，怎么，你的靖哥想走啊？难道是怕我了？原来你的靖哥只是一个胆小鬼啊！靖哥，别生气，打我呀！有本事打我呀！靖哥，靖哥，哎，志远，让他走。志远，你答应我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让我跟你一起，我永远站在你这一边。你杀了我！杀了我！一起去，我自己去就行。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都已经证明给你看了，无论你要做什么，我都愿意帮你，愿意跟你在一起。你宁愿相信那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人吗？还有那个宋子华，你当初为什么要保释他呢？如果当时宋子华出庭认罪，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坐牢啊，不应该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坐牢的就不止他一个，还有大哥。大哥是新汉里的主席，宋子华他在新汉里做的所有违法的事情，全部都可以推到大哥的头上。如果那样的话，可会被判多少年？你保释他是为了？我就是要让他跑，让他畏罪潜逃，那我就有足够的时间收集证据，再把他抓回来，让他不能抵赖。原来这就是你的计划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？全家人都误会了你。我们一起去找宋子华。走。嗯。就是这儿。
谢谢，漂亮姐姐，谢谢，走啊，走啊。漂亮姐姐，漂亮姐姐，子明乖，姐姐带你去买小熊啊，乖乖啊，漂亮姐姐，快去找漂亮姐姐。子明不闹了，回去太危险了，姐姐带你走啊。漂亮姐姐是好人，姐姐回去，回去姐姐。子明不要闹了，子明不要闹了，危险，回去，姐姐会爆炸，回去啊，快回去啊。不要这样，手机，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呢？救命啊！啊！放开我！就算死，我要拉个垫背。放开我！现在的通通失去，你叫我怎反应？凝望着上天，天不开眼睛。如剩下自己走出荒野，血拼里苏醒，谁人在历练我，逼我学好胜？从前谁并没大气，不需争气，不会觉得卑微。然而谁并没道理，将我乱投在地。若我不无情，轰天动地，定会给洪流一冲到尾。为了赢，唯有。